敢来踢我的场啊？胜者为王。留下的够不够重？只下的片甲不留，是敌人还是朋友？风雨变色。你要不要用台语？台语，你要用台语解决后面所有的 QA 这个部分。帮我塞几束啊，那个红豆，赢了，鸡鸡大糕。紫阳 CP 为宣传三明治女孩上徐新文挑战也是人物力扬虐丸子呼张力扬的报应臭死了。天哪，不要说虚辩对大家不好，立刻送上力扬现实报的布丁。报应还是大雨啊，你现在要打蟹形拳打十秒。蟹形拳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你四形要给我打四形啊。蛇好了。蛇完全没有在管买东西。鸡排要切，要切。鸡排要切。我觉得我好厉害，好吓！你现在要深蹲五下。我裤子快掉了。林子哦，深蹲啊深蹲，减肥皂啊减肥皂。你现在要去一流眼镜说，我才是一流的。但这样疯癫最后落败的是，进去吗？三分钟，你是真的是我很卖力耶。我是林子宏，我才是一流的，请你吃鸡排，你要先跟我干一段。我不要，老板。